好，下面我们继续来看第二段。在第一段中呢，作者先给出了他人观点，作者给出了自己的 response 反应，基本上是反对的，然后作者给了一些理由。在第二段里面呢，作者开始举例子了，他举的是亲身经历，自己年轻的时候的亲身经历。咱们看一下第二段第一句话，他说 When I was a teenager, I felt that I was just young and uncertain, that I was a new boy in a huge school,that I would have been very pleased to be regarded as something so interesting as a problem. 这个句子比较复杂，咱们先看看语法成分的分析。逗号前面问从句，时间状语从句，对吧？当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年轻人的时候 ,teenager 是13岁到19岁，因为从13开始有 teen, 13, 14到 19, I felt 是句子的主句的主语和谓语动词。后面这个划横线的从句当然是宾语从句了。我觉得什么呢？我觉得当时我非常年轻，并且呢前途未卜，朦朦胧胧，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那么后面出现个破折号，英语中破折号的含义是非常丰富的。咱们在第一段看到破折号可以表示引出同位语来，在这儿这个破折号呢可以表示解释，说明后面这个代从句是解释前面那个宾语从句究竟为什么当时年轻而且前途未卜呢。他说我就好像是一个大学校里的一个新的男生一样，刚刚入学的一个新的男生一样。当然这个非常巨大的学校这个地方用了暗喻的修辞了，其实是用它来比喻社会，刚刚步入社会，就从家里爸爸妈妈的离开步入社会的，好像一个大学校的新男生一样。所以就是我觉得自己很小很年轻，比他前途朦胧，这么大千世界不知道未来向何处发展，是这个解释。And 引出第二个并列句，这个 I would have been 这是跟前面 I felt 这个句子并列的，啊 ，I would have been very pleased， 我当时可能会非常开心的。Would have been 这是个虚拟句，就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当然会很开心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啊，虚拟句就是 I would have been very pleased， 当时我可能会非常开心的。是为什么开心呢 ？To be regarded as something so interesting as a problem。大家注意后面那个从句中虚拟句中是没有 if 从句的，虚拟句中不一定非得加 if 从句嘛，就是相当于如果我要是被看作是一个问题的话呢，那我恐怕是非常开心的。在这里面这个动词不定式呢，在这儿你可以把它看作条件状语，就如果我要是被看作是一个这么有趣能够成个问题的话，我当时会非常开心的。只不过这个条件状语它没有 if 从句，而是用了动词不定式。我们说动词不定式在句中是可以当条件状语的，动词不定式里就没法用 if 从句里面的 had 在它过去分词了，因为这是与过去事实的虚拟吧。我小的时候如果要是被看作是一个问题的话，我当时会是非常开心的，言下之意我当时没有被看作是个问题，如果当时是这样的话我会很开心的。动词不定式画横线的部分是条件状语。我们知道动词不定式在句中可以做四种状语，目的、原因、结果、条件。最常见的是目的状语 to do something， 然后目的、原因、结果、条件。在这儿是可以看到条件状语更好一些。当然有人说呢，这里可以看到原因状语，因为这样所以呢我很开心，这个也能讲得通。但是看到条件状语更好，为什么？看到条件状语的话就更可以进一步解释前面为什么用这个虚拟器了，对，我当时呢如果这要是被看到是问题的话我会很开心的，条件状语更好一些啊。好， To be regarded as something， be regarded 跟 as 搭配啊，被看到是什么的 something， 后面有个后置定语 so interesting as a problem， 这是个形容词短语呢来修饰前面 something， 如此有趣的这样一个东西能够成为一个问题的话，当时我很开心啊，别人把我看的问题我不但不生气反而很开心，这个意思。为什么开心，作者下面会讲道理。好，这里边有些小的细节咱们看一看，像刚才那个 teenager， 我们说了是13岁到19岁的儿童或者是青少年，有的时候口语中呢也可以简化成 teen， when I was a teen， 这个也行， teenager 比较正式一些。还有一个搭配呢叫 in one's teens， 也是表示类似的13岁到19岁的年纪，就 teen 嘛， 13, 14 到 19， 所以就 in one's teens 好理解。本文中一个说 When I was in my teens， 当我在13岁到19岁期间的时候，这个表达也对，这个也可以啊。但是跟他类似的同龄的孩子的称谓有很多，有一个青春期的少年，
就是这个词。我们未来有一棵树，在四册里面就有棵树叫青春期，就会碰到这个词了。我们先读一下青春期的孩子，大声了没？ Adolescent， Adolescent， 啊，这个做名词是青春期的孩子，那么做形容词呢？形容词呢就是青春期的或青春期的孩子的，青春期的就好了。比如说 When I was an adolescent， 当我还是个青春期的孩子的时候，可以这么来说。或者呢，我们当形容词 My adolescent daughter， 我的正处在青春期的女儿，青春期的用它也行。未来会看到它的不可数名词就是青春期。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Adolescence， Adolescence， 这是青春期不可数名词。当然在座的同学们，就是屏幕前的同学们，可能很多还是属于青春期，但李老师是更年期现在啊。这个就看到这个是青春期，可以这么说。还有一个也是指青少年，就是 juvenile， 或美国人也可能读成 juvenile 都行，这是青少年。但这个青少年呢，一般是用在法律场合，就是指违法犯罪的这种事儿啊。我们读青少，大声来读一下 juvenile。或者这么读 juvenile 都行，青少年啊，但有的时候做形容词青少年的也行，做名词是青少年，做形容词是青少年的都行。但它一般用在法律用语里边，比如说 juvenile delinquency 叫青少年犯罪，是固定搭配，在这儿当形容词修饰名词了。 delinquency 表示违法犯罪，作奸犯科行为，可以当抽象词不可数，所以放在一块是青少年犯罪固定搭配背下来了。大声来呗， juvenile delinquencyJuvenile delinquency 叫青少年犯罪，如果是少年犯呢，可以用 juvenile delinquent， 把后面的 cy 去掉之后加字母 t， delinquent 做名词就作奸犯科者，犯罪的人，但一般也是指青少年，所以这些词经常绑在一块用，固定的短语了。我们再读一下少年犯 juvenile delinquent， juvenile delinquent， 青少年犯罪行为可以当不可数名词，但少年犯是可数的，可以有单复数的变化，后面可以加 s。 这是青少年几个常见搭配。回到句中，后面说 I felt， 这个我觉得 that I was just young and uncertain， 后面宾语从句说我觉得当时我特别年轻，并且前途朦朦胧胧的，前途没有确定。 I felt that I， 这个 that 个 I 呢，咱们读快了之后有个连读加浊化。 I felt that I was dry， 那个 that 吐舌头，那后面那个 t跟 I 连的可变成 die， 轻轻有个 的这个浊化。 I felt that I was 跟打嘟噜一样，所以咱们说英语的舌头得灵活，建议大家多练舌头尖打嘟噜，不是嘴唇打嘟噜，这不行，舌头尖这么一个动作。 I felt that I was just 老外的舌头灵活，这个 young and uncertain， uncertain 就 unclear，朦朦胧胧的未知的，前途未知。后面加个破折号解释为什么特别小而且前途未知呢？ That I was just a new boy in a huge school， 因为我就好像是一个特大的学校里面的一个新的男生，刚入学的新男生一样。这个 huge school 其实就是暗指 society 了，刚步入社会吗？离开家庭了吗？上学了吗？跟社会打交道了，就比喻成社会，这是个暗喻 metaphor， 暗喻的修辞。这个什么叫暗喻呢？暗喻就是直接把本体喻体说成一回事，我就是这个大学校里的学生，没有比喻词。名喻叫 simile， 什么叫名喻呢？名喻是有比喻词的，出现了像 like， 像 as 这样的比喻词，那是名喻啊。你比如说我们用一个名喻， The society is like a huge school， 社会就像一个大学校，这是名喻吧，有比喻词 like。 但本文中我说就直接说特大学校里的学生，本体喻体说成一回事，是暗喻。名喻暗喻呢，各有特色，各有特色，都可以去选择。好了，再回到文中 ，and 引出第二个问题句 ，I would have been very pleased。我说了，这是一个虚拟期，就如果要是被看作问题的话，我当时会非常开心的。那可惜说明当时没有被看到是问题啊，作者还很悔恨呢。然后呢，是什么条件 ？To be regarded as something so interesting as a problem。如果被看到是这么有趣，能够成一个问题的话，我很开心。很高兴。这个把 A 看作是 B， 这几个搭配咱复习复习。Regard A as B, C A as B, Count A as B， 这几个搭配类似。
都是把 A 看作是 B， 而且前面都是及物动词，后面都跟 S 搭配，可以同时进。那个 CESB 也可以表示看作，这不是看忘了，是看作。Count 不是数数，还是算作是看作是。I don't count him as a friend anymore， 我不把他看作是我的朋友了，这个都是可以把 A 看作是 B。这几个搭配呢，也是把 A 当作是 B， 认为 A 就是 B， 把 A 看作是 B。但这几个呢是动词后面要加个介词，啊，有一个是在三册十二课《荒岛生活》讲过 ，think of A as B， 把 A 看作是 B。我们记住 ，think of 如果单独使用的话呢，那是想到了 ，I thought of you last night， 我昨天晚上想到你了。但后面加 as 的话，得翻成看待、看作了。Look on A as B。也是把 A 看到是 B， 大家记住，同样的，如果没有后面的 SB， look on somebody， 这个 look on， 如果把后面都去掉，就 look on 单独来使用，没有这个 A， 但一般怎么说 look on somebody 来，把后面都去掉，单独 look on， 就类似我们说的 stand by， 就是袖手旁观，看热闹。When I was in trouble in the street, the others just looked on in silence.当我在马路上有困难的时候，其他人静静地看热闹。但是 look on A as B 就是把 A 当作是 B， 看作是 B。 你看这 look on 及物不及物含义是不一样的。而 think of 呢， that of 是介词，是及物，后面可以加宾语，但后面加不加 as 呢，含义又不一样，这很讨厌。英语中搭配决定含义。 conceive of A as B， 把 A 看作是 B。 conceive 本来是设想、想象，但后面可以加 of， 这一般多做不及物动词，加介词 of， 都是把 A 看作是 B， 都可以。那还有呢， consider A B 或 consider A to be B、啊、这个 to be 呢，加也行不加也行，把 A 看作是 B。 口语中咱们可以用 consider A as B， 可以的，但在书面中呢，可以把这个 as 去掉，或者加 to be， 这 to be 可以去掉，去掉 to be 呢、就更简洁了， consider A B 中间什么都没有了、啊、这个搭配咱们见过三册的二十三课，这个各有所爱，这棵书叫 One man's meat is another man's poison， 咱们见过。你看If you lived in the Mediterranean, for instance, you would consider octopus a great delicacy. 如果你住在地中海地区的话，比方说，你就会把 octopus 章鱼看作是 a great delicacy 一道美味佳肴。Delicacy 就美味好吃的东西，形容词不是 delicious 吗？名词不是 delicacy 吗？好吃的东西。三次讲过，这是把 A 看作是 B。Consider 在书面中一般是不加 S 的，尽管口语有的时候可以啊。好，我们再看还有非常文气的搭配，把 A 看到是 B， 这个后面一定跟 to be。 Deem A as B， Reckon A to be、oh, no, I'm sorry， Deem A to be B， 或 Reckon A to be B， 这个后面必须加 to be， 这个比较正式一些了，把中心词读一下 Deem Reckon， 好记了，那后面是跟 to be 搭配、啊、还有我们再看被公认为是，这个搭配用的多，被公认就不光是他看作是，我也这么来看作，大家都是这么来看待他，被公认为是叫做 be recognized 或者 be acknowledged as， 在这儿是被成为是，被承认为是吧，大家都承认他是什么，我们刚刚说过 recognize 可以表示承认吗， acknowledge 还是承认呢，刚讲过、哎、就被公认为是，大家都承认他是这么一个人、啊、看一个例子，我们说 Hafiz was recognized 或者 acknowledgedas the greatest violinist of the 20th century， 立陶宛裔美籍的小提琴大师海菲兹，注意不是写法时海菲斯那个没用啊，海菲兹、啊、被公认为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一位小提琴大师，对，可以这么来说，这是被公认为是，咱们可以这么来说、啊、好，再回到剧中，他说我当时要是被、看作是一个这个问题啊，我不但不生气，反而很高兴很开心，为什么呢？其实作者的意思就是，成为一个问题，总比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人要好得多。言下之意就是 ，being a problem is better than being a nobody。nobody 本来是代词，但是当名词了，当名词就是 an important person， 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成为一个问题呢，至少比成为一个大家都不关注的小人物要好得多。就表示青春期的小孩子。都是饥饥渴渴的，希望吸引他人的注意力，尤其喜欢吸引那些这个美丽的异性的注意力。青春期的小男孩总是希望班里那个班花注意我才好呢。那考第一，我是没法引起他的注意，但我打班主任一顿，这个他可注意我了。尽管是 negatively， 是负面的注意，但是比他不看我强啊。
分析年轻人的心理。作者后面同样的他分析成为问题给你某种身份。你看下一句话他说了，就是解释为什么成为问题还高兴。他说了 For one thing, being a problem gives you a certain identity, and that is one of the things the young are busily engaging seeking. 这句话咱们还是看看语法成分的分析。For one thing, 这个介词短语是固定搭配做状语，叫原因之一式。它后面一般要跟原因来引出理由。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写作文的时候，引出我们的原因的时候，也经常可以这么说。For one thing, 有的时候后面可以加 for another, 另一个原因是，但有的时候也可以不加，单独使用也行。本文中是单独使用的。原因之一是什么呢？ Being a problem, 成为一个问题怎么样？ Gives you a certain identity, 给你某种身份地位。在班里呢，至少我是有这么一号，班里的问题大王。他也有某种身份啊，并且 and 并列连词引出并列句 ，that is one of the things， 那就是这些事情之一。什么事情呢？画横线的这个黄颜色的当然是定语从句来修饰前面那个这个 things。什么事情呢 ？The young are busily engaging seeking， 年轻人每天忙着要追求的这个事情之一啊。可以看到省略的关系代词 that 或者是 which， 对吧？就年轻人要这个我们在第二课讲过 be engaged in， 叫忙于做某事，加 busily 就更忙了，就每天忙忙碌碌的都要追求到的事情之一。 seek 咱们在前面也说过吧， seek 不是那个在第三课马特和蒙登山者讲过追求吗？追求的目标是山顶吗？ seek 可以当及物动词来用，它后面的少的宾语就是像前面被省略的关系代词 that 或者 which 啊就好了。好，这里面有个重点搭配希望大家背诵，就是 for one thing， 后面可以用跟它搭配的 for another， 翻译成原因之一是另一个原因是，注意不要用 for another thing， 后面那个 thing 就不说了。 for one thing， for another， 原因之一是另一个原因是，大家注意这个搭配在不少中国人出的英语这个作文书中，把它翻译成一方面另一方面，这个翻译的不好，翻译的太大了。大家记住它一定跟原因，你要翻译成一方面另一方面，有的时候就超出原因这个范畴就用错了，一定翻译成原因之一是另一个原因是。有的人说那我们老师讲的跟您不一样，我听谁的呢？当然听权威啊。权威是谁？李老师不敢自封为权威，尽管我可能的确是，但是我们相信字典，字典是权威吧。你看一看字典里的英文解释一定后面跟原因，字典里的例句一定跟原因，字典是我们的法，依法不依人，人会犯错，但是权威字典犯不了错，这个没错啊。这个原因之一是另一个原因是一定跟原因啊。我们看一下例子，这是个 dialogue 对吧？ Why won't you come to New York with me？ 你为什么不跟我一块来纽约呢？第二人说了，哎，两个原因嘛。 For one thing I don't like flying， and for another I can't afford it。 那他说两个原因，原因之一是我不爱坐飞机，第二个原因是呢，哎，我掏不起机票钱，你要给我掏钱买票那我就去。注意For another 不能当连词来用，它是个介词短语，所以你要是连接两句的话，中间别忘记加连词 and， 或者除非呢，你把前面 flying 后面改成分号。李老师说过，分号后面就不一定非得加连词了，分号可以当小句号，对吧？但是这逗号的话，没有连词 and 就错了啊。For another 没法当连词来用，原因之一是另一个原因是一定跟原因，这是配对的出现的一个写作中常见的词，口语中也可以用。还有另外一个搭配，叫一方面另一方面，这个可以翻译一方面另一方面了。 On the one hand， on the other hand， 如果你前面有 on the one hand， 后面的 on the other， 后面那个 hand 有也行没有也行，但如果没有前面那个 on the one hand， 单独使用 on the other hand， 那 the hand 就不能省略了，因为前面没有这个 hand 跟它呼应。这个呢可以翻译成一方面另一方面，但注意这个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它是一个表示转折关系的词。好，那我们就看一个例子，大家注意一定中间是转折啊，千万不能表示并列关系。如果你写作中一方面另一方面用表示并列关系的，扣分扣死的，为什么？那逻辑就错了，一定是转折关系。这个不信的话看看字典英文解释就好了。我们看个简单例子， On the one hand I'd like a job which pays more， but on the other I enjoy the work I'm doing at the moment。 这是表示相矛盾的两个方面吗？一方面我想要一个报酬高一些的工作，但是另一方面呢，我又喜欢正在做的工作，这边日货是好呢。哎，这个时候我们用它，注意一定是转折啊。另外呢 ，on the other 或者 on the other hand， 同样它不能当连词嘛。
所以呢，就是在中间还得加个连词 but 就好了。注意转折关系，哎，一方面另一方面，这也是成对的这个出现的。注意，写作使人精确，培根说的对呀。读书使人充实，讨论使机敏，写作使人精确，容易犯错啊。英语中文法比中文严格的多。那还有成对出现的同时记，咱们再看一看。Not that, but that， 这固定搭配，翻译成不是因为，而是因为。我们知道单独用 not but 这个结构翻译成不是而是，但后面加 that 从句，那必须翻译成不是因为前者，而是因为后者，后面跟原因。最有名的句子可能就是莎士比亚在《尤利西斯·凯撒》里边这么一句著名的句子 ：Not that I love Caesar less, but that I love Rome more。这个 but 本身可以当连词了嘛，所以前面不用再加别的连词了。不是因为我爱凯撒爱的更少，而是因为我爱罗马爱的更多。这个是杀死凯撒那人为自己行为做解释，为什么杀死凯撒呢？我也爱凯撒，但是呢，我更爱罗马。所以简洁的翻译就是，不是我不爱凯撒，而是我更爱罗马，所以杀死他对罗马有好处啊，是这么一个。好，这是不是因为什么，而是因为什么，这个句型特别实用。咱们甚至可以说几个句子，比如说，不是我不爱你啊，而是我更爱自由。就是不是因为我爱你爱的更少，而是我爱自由爱的更多呗。怎么说呢？ Not that I love you less, but that I love liberty more。不是我不爱你啊，而是因为我更爱自由。我也爱你，但是爱你之后呢，我没有自由了，对吧？我跟别的女的不能说话了，跟我妈都不能说话，一天给我2毛钱零花钱，我饿死了，这个对吧？不是不爱你，而是我更爱自由啊。再说一个，无爱无师，但无更爱真理。用这句型就是，不是因为我爱我老师爱的更少，而是我爱真理爱的更多。是不是可以说 ，Not that I love my teacher less, but that I love truth。more 就好了，对吧？所以老师犯了错，我也要指出。这个说的是对的啊。好，这是不是因为，而是因为固定句型。大家注意这个，not that but that 后面的 that 不能省略，因为这个句型它一定跟一个平行结构，就跟刚才我们说的对比类似啊。一般是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为了对仗工整，前面有 that， 那么后面的 that 同时也加上，否则对仗就不工整了啊。但是还有一个相关句型。It is not that, but 这个时候后面的 that 就能去掉了。注意意思一样，不是因为前者，而是因为后者，还是这个意思。但是呢，这个里边就不是平行结构了，就没有这个对比这么一说了。因为前面有 it is， 后面 but 本来对仗就不工整了，所以这个时候后面连词 that 就可以把它去掉了。这个 but 不能翻成但是，得翻成而是因为，这是固定句型，把它记住。那么用这个表达，就会用它写一些非常复杂的句子了。因为刚才 not that but that 它有平行结构对仗，句子一长就很难对仗了。但是这个可以写一个非常复杂句子，因为它不要求平行对仗了。对，我们看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出现在第三册的57课《重返故里》，三册李老师也讲过。咱们回顾这句子，它分成了两句话，其实把句号改成逗号并的一句话也是一样的。他说 It was not that I actually remember anything at allBut my father had described over and over again what we should see at every milestone after leaving the nearest town. 作者说，这倒不是因为呢，我真的能够记得每一件事儿，而是因为呢，注意不能翻成但是啊，而是因为我的爸爸曾经一再的给我描述过，在离开最近的城镇之后，在每一个路标的地方，我们应该看到什么东西。所以呢，我这个地方很熟悉了，看到了吧？这但后面有个 at all， 就跟前面 not 搭配变成根本不是了，对吧？这根本不是我真的能够记得每件东西，而是我爸爸一再给我描述过离开最近城镇之后每一个路标地方里程碑地方能看到什么东西 milestone 里程碑，就不是我记忆力好，而是爸爸描述的清楚，就这么一个。我们再看，这是当年一道考研英语的英译汉部分，这是当年一著名的难句子，这翻译成中文相当困难。那我们现在看看能不能轻松把它翻译过来。当年考研真题的英语真题硬汉。It is not that the scales in the one case and the balance in the other differ in the principles of their construction or manner of working, but that the latter is a much finer apparatus and of course much more accurate in its measurement than the former. 这句子相当困难。
但是我们看到了 it is not that but that， 这个 that 可以去掉也可以加上都可以、啊、那上下文就不要求那么对仗了、啊、得翻译成不是因为而是因为，不能翻译成但是了啊，也是因为、啊、好了，看里面细节，这倒不是因为呢，在第一个例子中或第一种情况里面，这个 scales 磅秤 scale 意思很多了，它这边秤，为什么？因为后面有个 balance， balance 表示天平，那么跟天平并列的这磅秤呢，这意思就好翻译了。这倒不是因为在第一种情况里的磅秤，还有在另外一个情况里边那个天平，他们两个人在什么呢？就两个东西呢，在他们的构造原理和工作方式上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Differ 是不同啊，刚刚见过 ，That's where you and I differ 嘛，对。好，再来一遍啊，这不是因为在第一个情况中的那个磅秤，还有在另外一个情况中那个天平，他们两个在 construction 是结构的，结构原理和工作方式 management 方式嘛，有什么不同的地方？而是因为呢，后者 the latter， 后者不就指着天平吗？而因为后者这个天平啊，是一个精密的多的这么一个设备 ，apparatus 也能读成 apparatus， 叫精密设备，精密的多这么一个设备，并且当然呢，在它的度量方面比前者要更为精确。天平嘛，能精确到多少毫克了？哎，整个翻译一遍啊，这倒不是因为在第一个情况中的一个磅秤，还有在另外一个情况中的一个天平，他们两个在结构原理和工作方式上有什么不同地方，而是因为呢，天平后者是一个精密的多的这么一个设备，并且当然在它的衡量方面，在度量方面比前者就是那磅秤要精密的多了，准确的多了。哎，整个句子非常轻松的看懂了。这几个成对出现的衔接词，把它牢牢记住，并且注意哪个可以当连词，哪个不能当。这里面 but 本身就是连词，所以前面不用再加别的连词了。但是刚才那个 for another 啊，什么 on the other hand 前面得加连词，因为它里面是没有连词的啊。把这个注意啊。好，再回到文中，他说 being a problem gives you certain identity， 成为一个问题呢，能够给你某种身份，就是我们说了，我们在班里有这么一号，大家至少能记得我这个人啊。并且那就是年轻人每天忙于追求的目标之一。That is one of the things， 再加定语从句省略的 which 或 that， 对吧？ The young are busily engaged in seeking， 这个复习我们在第二课讲过书面语。Be engaged in something 或 be engaged in doing something， 书面语忙于某事，忙忙碌碌做某事，再加 busily 就更忙了，进一步限定了、啊、这个复习第十一页的第九行，第二课第十一页的第九行。How many spiders are engaged in this work on our behalf? 究竟多少蜘蛛为了我们在每天忙着这个工作呢？那个工作杀昆虫嘛。有多少这个蜘蛛在做的事呢？哎，是忙于做某事，是这么来说。那么这就是年轻人积极追求的这个目的之一。好，第二段是作者用自己亲身经历举了这么个例子。第二段跟老师先看到这儿。